重量呢一般3斤至5斤，种植密度和整治方式呢啊，就海鲜呢就一条，每亩地呢结果值呢啊一般就3000个枝条。你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方案啊，一个呢啊，你可以一亩地呢种上3000棵啊，双腕整植啊，一个结果值，一个营养值，或者说呢一亩地种上1500棵啊，两个结果值，一个营养值啊，都可以啊。你也可以一亩地种上3000棵啊，一个结果值，两个营养值啊。我们钓的时候呢啊，一般的啊，我们结果值钓起来，营养值呢在底下盘着。当然了，你把它钓起来也可以啊，你只要保证一个数啊，每亩地的。